中国一百选，我是潘哲珍，我是浮夸哥，我是阿正。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鹿野乡的福寿司，这个也是纵谷唯一的日本料理店哦，而且很平价 ，Only One CP 值超高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让阿正来跟我们讲一下。因为这家店陪我度过了许多饥饿难耐的夜晚。饥饿难耐哦，饥饿难耐的夜晚，饥饿难耐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赶快去开吃一下？走。走今天老板把他店里的所有鸭香堡全部都做出来了，想不到这个东西会在我们鹿野乡出现。这个是纵谷唯一的一家日本料理店。对，哇，那老板要帮我们介绍一下。生鱼片的话，我们那个尾鱼器都是用当地的货哦，东海岸的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那贵的话，一定都是进口的啦。生鱼片。但是我吃生鱼片都是分开吃沾。哦，正确吃法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酱油只是一点点。注意他的眼睛，注意他的眼睛。不可以流泪哦。完了。好吃吗？试试看。哇，沙米不要加太多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这里面有一个那个虾子。虾子。海虾。虾子可以吃吗？有哦，你看。这个。其实这边我超常来吃的，这边东西其实真的很新鲜。这个新鲜是什么？怎么说呢？就是你吃过就会感觉出来。那你为什么都没有叫我一起来吃啊？陪他度过很多个饥饿的夜晚。饥饿的夜晚。早就该约潘姐姐来了。那这个是我们隐藏版的一个寿司，对，焦糖鲑鱼卷寿司。客人要怎么点呢、啊？客人怎么点？我看那个纵谷一百选来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哇，那我们也试一下。它里面除了黄瓜以外，还有一个脆脆的东西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哇，里面有个脆脆的。焦糖对不对？表面是焦糖，这个焦糖对。哦。哎，好吃，必点，隐藏版的。再吃一个，很好吃哦。等一下，怎么又来一个这个？这也是，这也是隐藏版吗？对，干贝海胆鸡边烧。老板太过分了，没有给我吃过这些东西啊。会去若轮替啦，哎，不会说固定都是那些这样子，想到什么就卖什么。哇，这样还有变化，很棒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比较特别的做法啦。哇，好漂亮哦。直接包起来，直接包起来吃，包起来吃，可以的话一口啦。来啊。一口吗？一口。你们是，我要不要让开位置一下、啊？这个要有。好吃吗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哦。先吃啊！哎，下次我要吃这个啊！下一次，老板平常不告诉你这样子怎么搞的？哇，海鲜冻饭有乌尼耶，是不是有乌尼啊？老板，这个海鲜冻饭未免太澎湃了。龟卵乌尼。鲑鱼、旗鱼、鲑鱼，还有一个干贝哦，套 Q， 什么都有哎。再沾一点酱油，再包一点饭。哇！哇哦！好像很好吃哦，好吃到流泪是不是？好吃到流泪，他用超多芥末的。我们的眼睛怎么了？好吃啊！我们要不要吃一下手卷？哦，我已经看手卷很久了。这鲑鱼软嘛，然后尾鱼、虾子、鲜虾，然后这个是虾软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最右边的是牛肉，对，牛肉。那你先挑一个鲑鱼软。靠我最近的鲑鱼软。好，那你吃哪一个呢？都可以的。最特别的没吃过。牛肉，我吃中间的虾子。试一下，吃日本料理一定要点手卷哈。这鲑鱼卵在我嘴巴里面，啪啪啪啪啪。嗯。啊？这个，都一口吃完没办法介绍，都没办法讲话。哇！吃饭团来了，这个吃饭团很棒哎。包起来之后咬一口，大口的哦。嗯。好像潘姐姐。潘姐姐不在，我们赶快吃。你看这个牛肉吗？鳗鱼有虾卵，会在嘴巴里面爆爆爆爆爆。小心，你真的是不是在口腔里面有跳开的感觉？
很像在吃跳跳糖，真是无花哥哎，你没有取出外号。那为什么啦？为什么我们吃来吃都吃不到这些东西？因为你跟老板交情不好。哎。纵谷唯一一家的日本料理店福寿司就在鹿野哦。是的，在鹿野出火车站，出来左转100公尺就可以看得到喽。大街上没有错。可是呢，要预约哦，因为老板啊，就是这里座位有限。那当然外带但是最棒的，是的，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